我很多个点子点子，为什么？那我告诉你，我呢刚刚就整理的衣服，整理衣服呢，手套很好用啊，不仅冷呢，冬天拿来穿，其实我们放了东西，我们可以戴手套做很多东西，为什么？因为手套呢，不仅冬天来保暖这么简单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平时戴个手套系塑胶嘅，plastic 嘅，当你拿个东西很滑很滑。根本上没有注意一点，其实我们戴着里面应有汗水，有啲水啊，吹着要整只手套里面湿湿的。其实跟我们这只手是还没分别的。其实为什么我就你戴普通的手套，比如冬天的手套也可以啊？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因为它如果系里面都湿了，咁我们不在乎外边里面湿没问题的。只不过你洗的时候。以前我没有用的时候，我的脚，因为我省钱花嘛，我也省好多钱，省电啦，省水啦，省时间啦，我可以控制得很好嘛，OK，很容易，很简单。因为我呢发觉呢，以前我没有用手套，完全什么手套都没有用的时候，我的手甲洗衣服啊，你手甲断了，断得很痛了很久了之后，我就想一下。有冇办法令到我手甲可以有种保护性呢？用一种手套嚟试，很滑，很滑，就变成很难控制一条线拿出拿上，滑下来不方便不舒服。咁我想到，其实我们戴个手套，里面也湿了，高手套里面湿了了，何况戴普通也可以嘛？你不是浸出来，很快的速度洗完了，对不对？OK，很简单，戴。冷天、冬天，我们用的手套就可以了。OK，什么款式都可以，总之系粗的、布质的、冇得的嘅，得的比较滑，很难拿一条衣服出来。OK，咁啊，我们首先呢，将啲衣服浸好咗之后呢，我要快啦，唔好阻你们的时间，要快，OK，快。我大概将我啲衣服呢，你将它清洁很容易，你浸大概浸分了钟啦。咁啊，啲裤子分开嚟放，衣服、裤子，首先浸半个钟头，拿出嚟，沥干水咗之后咧，等它一沙子，啲水走掉，然后再拿桶水，新嘅水，我不方便就拿啦，OK，新嘅水，然后咧，放点洗衣粉上去，我喺厨边嘅。放一种冲凉液也可以了，很简单，放上去，咁啊，然后咧洗的时候咧很容易，哇，个洗衣粉第一次，冇啦，第一盏都分两个，呢、这个系用洗衣粉嘅，可以啊，盏，嗱，因为它比较容易拿捏，做到啦，好舒服，咁啊，揣啦，难通啊，揣就 OK 啦，咁啊，然后咧我不用留的。戳下来，OK，OK，等一下，我没有时间等了，OK，很容易，倒点水都需要，咁啊，再嚟个得屙个水，来屙个水，咁啊，再屙个水，回味，两个水，三个水。第三个水也是，这个用很多方法，你可以拖下来的，不可以温又可以，随便你喜欢咯，没有所谓的，咁呢个系比较脏方法，很容易，因为他拿的时候呢，很容易将他条衣服拿住，咁我们的手甲呢，接受到一只手套来保护我们的手甲，就不用歪掉了手甲，OK，咁啊，我不留得我难多的，我觉得咁就够了，OK。放下去，我也快，不用浪费你们的时间。揣啦，揣，然后再拉出来，OK。拉出来之后呢，OK。其他如果你有时间的也可以，没有时间的也可以。咁你晾干水啦，咁么晾干水呢？因为我用个阳台比较容易，不用夹水放纸巾麻烦，浪费我的时间，OK。很容易。咁啊，我拿只小小嘅桶，好小嘅桶，不方便。咁啊，一条咁啊，铺上去，
不会炒的，因为你时间控制得很好，它不会很炒的。咁啊，最上边沥干水，系咁啦。你睇下沥干水，大概半个钟头一个钟头，啲水沥干了咗之后，然后将它晒掉，我放我的阳台。滴乾水就放另一個高高的地方，撩它吹乾就 OK， 完全不用燙，也不用乾衣，因為浪費電浪費水，很容易很簡單。咁我啲手夾咧，因為有呢個東西，其實啲人啦戴嗰種拉的手套你似乎係最笨嘅，為什麼？拉的係滑的，你怎麼拿一條衣服把曬嚟，很緊很辛苦，所以我就想到。既然我们戴上去那这个塑胶的里面已经湿了，为什么我们闻自己的笨呢？里面竟然湿了了，那么何况我哎，没关系啦，戴一种普通的冷啊冬天的时候用的手套也可以了。 OK， 戴上去它可以拿捏得很好呢，不用滑下来，很紧，捉得很紧啊，所以变成呢这个方法洗衣服最快的了。咁啊，还有呢啊，仲有一点啊，我洗衣服洗好了 ，OK， 嗯，嗱，过嚟呢边，我教你怎么啊，利用那个手套嚟洗碗，很容易的，嚟洗碗，嗯，如果你洗碗的时候呢，其实啊，系一两个就没所谓，一两个就没所谓。如果真的洗得多的时候，哇，那只手蛮吃力的啊！为什么？啊，其实我这些碗洗掉了，我不方便浪费时间啊！我就示范给你看，这碗很多油的啊，多茶的碗这些油呢不需要，一两个可以随便拿条毛巾吹一下可以，但是如果超过十多个的时候，最容易最简单。OK， 拿点洗碗巾，然后湿一点点水。湿点水下去 ，OK， 湿一点水下去 ，OK， 捽一下，捽一下，将啊，戴手套，因为戴手套沾好多屎啊，然后 OK， 然后捽一下，捽一下 ，OK， 啊，第二个爆炸不要紧，嗱，咁我咧就首先冲洗一只手先，然后戴只手套，呢只系老公的手套，湿水的，整只手都湿水，没问题。因为塑胶是令它拿捏的，我当一种毛巾来洗了，什么毛巾来洗了？你看，多么方便啊！随便你洗一个或者两个没所谓，如果你洗得超过十个，真的很浪费我们的时间，又捉不匀，那只手也很痛。咁啊，然后嗱，这个你看，多方便啊！啊，又省水。要省时间啊，变难真啊！我们用个手套咁样捋一下 ，OK。哇，你看多么方便啊！嗰只手夹又唔会俾它破下来啊！你看，真的好方便啊！捋一下转啦、啊，两个手套咁转捋一下。哇，又发觉真的很柔啊！没关系，用一条布擦一下，我们最要洗一下，最来又可以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很简单。咁啊，如果你发觉啊，这个碗啦很多油的，咁你咪重新拿啲布啊，拿啲布洗一下，洗一下啊，放一边，再来一个啊，我帮你那个碗好干净啦，嗱、啊，要代替一条布，不用麻烦，因为可以那个方法咧，因为往往他们说你们的手护肤手，但是没有用的，因为我们个手里带着里面的胶手套咧，怎么样它里面都湿的。湿就令你的手呢受伤了，你皮不可以湿了水，因为我们用这个方法呢反而你保护得到，为什么？既然戴那种胶手套也是，这种也是湿，但是呢我们首先可以能保护你手指手甲没有伤口，那么我们摩擦那只碗的时候不会给它撞到，所以我就手那只手套来保护，所以我们呢戴上去完全呢我们的手不会沾到那只碗啊，完全用一条布对替一条布对替啊，捽一下，嗯，然后咁慢慢洗 ，OK， 冲一下，好干净了。看你怎么用你的方法，我用了之后，我的手跟以前真的不一样，我的手真的很难看。其实我的手感比以前完全没有问题，以前常常捏到痛啊，洗到你手感没有啊，不见了，因为我们。做很多家庭的种子，不是做一样东西，洗碗都是
十多、二十、三十个不止了。所以平常呢，我呢就是用那个方法来保护我的手，洗衣服、洗碗。你看我的手，你手干没有力度，就是我最好的方法，证明给你们看。因为当我们，我重复一次，当我们没有戴手套的时候，嗰只手拿条布，咁呢条布揸住你，不小心呢度撞到，刮花了，刮花浸住啲水啊，太多水啊，使得照啊啲皮啊，嗨破了，咁伤口就走出来。不是你洗碗巾令到我们只手有问题，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不小心洗得多的时候，你皮破了，或者伤口走出来的时候，你不小心嗰啲细菌就在个伤口度，明天也洗碗，后天也洗碗，所以你只手就变成系烂手，被细菌侵进去了。如果你用呢个方法，很简单，你每一次洗碗，如果你洗一两个没所谓，如果超过10个、5个，你就用我呢个方法，戴一个普通嘅手套就可以啦。因为它很便宜，很便宜，省钱我嘛。知道呢种最便宜又好用啊！呢种布质嘅，可以将一个云咧，不会滑的，拿得很紧嘅，又可以对贴嘅布啊，这样周围嗱啲裂缝咁样，哇，多么快啊！你看，哎，裂缝，哇，你想试哪里就哪里，啊，跟住水啊，啾啾啾啾啾啾，哇，你真的很好用。咁我问你啦，你只为什么我呢只手不戴咧？因为呢只手不会撞到一个云啊，其实系哪啫？呢只手就用最多的，所以戴只手套系最好噶啦，完全不需要，呢只不需要就可以。你试翻啦，如果你觉得戴一只够的，用我这个方法；如果不够嘅，你戴多一个也可以。OK， 咁我们当我试完个完咗之后咧，哇，真的好清洁，还有可以能够保护我们双手的唯一嘅目的嚟嘅。所以我告诉你呢、这个方法，以前我很痛苦嘅，当我洗衣服、洗碗的时候。哇，觉得真的头痛了，缠了我的手脚，又痛了，又断了，又痛了。哇，我用了一个方法做之后，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了。还有，我洗碗的时候，有我手脚也可以。好，那个好结实，好用吗？希望你们试一试，如果试过这样，希望你们帮我写一个专辑。OK， 拜拜。